关系，全身症，温系，温系，很久了，这个都。几岁开始啊？可以买这个吗？应该你睡觉的时候听得懂了，不会，就是你要躲开管，好，是你的动作。按这里痛吗？还好。这里的？这里。好。头翻。反过来。谢谢你，松一点哦。好，松一点。哎。身体健康啊，小心啊，这个两个星期。反这里。这里痛吗？这里的。四五八七。有姐妹兄弟吗？哦，有。也是会啊，这是我哦，这些妹妹也是会，你比较严重，完全没有。爸爸妈妈呢？没有。医生讲，这个可以去测量筋膜炎。嗯。因为刚好看到你在没事的时候，你抖得很厉害。嗯。嗯。我现在整个给你。嗯。嗯。
全部是在这里的里面的，这里平常人的路上是在这个
所以你看我很多奇奇怪怪，全部很多人用到是这条筋，你的这条筋没有痛的，你看这里按了没有痛的，你的问题是在你的鼻子的下面，鼻子的下面这里，来这里痛了，啊来这里酸痛哦，这里不舒服，就是这里的这影响到你的鼻腔。我也是有看过几个 patient 呢，他的脚一脚很亮哦，很亮的，一直很亮，很亮。你的全部也是在这里的里面，这里面很难的，就是比如压到，现在我要大力跟他拉松他，好，放松啊，三下下来，感觉到了，啊，来这个就是要给他松，可以点没有，哇，哈哈。听到我哭了很大声，等一下试一下。比较那个洞比较大了，刚才很窄的，很窄很窄的，现在按了。这里啊，嗯，就是你那时候很像抽筋是在中间的，就，啊，现在的洞比较大。有痛吗？这里不会啊，这里，这里，